大家好，我给从我的切身经历开这个电动车来说，跟传统的燃油车比较，它有明显的优势，主要在于这个下坡的时候，正在下坡的时候，它利用这个电流反馈，可以实现这个制动。这样的话，对咱们这个轮胎刹车这个寿命，及有明显一个可以延长，这也就对那个耐权来说有个进一步的保障，这是从这个耐权性考虑来说。那个驾驶呢，我再从驾驶的舒适性，可以降低咱们这个劳动强度，它也实现了无级变速，还有手动变速。这是这个舒适性来说，这个从这个后期保养，尤其是油的保养方面，可以加上人力财力。这个，咱们这电动车跟传统的燃油车不一样，像这个发动机保养这一部分费用完全可以省去。再有这个经济性来说，跟燃油车相比较，单程拉一趟。燃油车有30块钱油钱，30块左右油钱，咱们的电动车有5块左右。咱们的电车跟这传统燃油车相比较，从这个操作方面有灵化机动，你像这个挂档，它的自动升档降档挺柔和，加上的方向挺灵活，比燃油车，尤其是这个刹车方面，这个对耐权有很大的保障。